欢迎收看东京热讯息。今天我们要介绍日本全家全新推出的プニホペ宇治抹茶甜点，让我们来打开吃吃看。好柔软的感觉、哦、有没有プニホペ啊，来搓一下搓一下。整个这很软，有没有跟一般那种铜锣烧或什么那种饼皮不一样，它是超级软，而且你拿在手上、啊、你可以感觉到它那种里面充满着馅料的感觉。试试看这个听说会爆浆的甜点。哇、哦、直接爆炸了，直接从它的中心那个灌浆的地方流出来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剖面有没有。哇，这个是超级无敌宇宙大爆浆，里面满满都是抹茶内馅，快疯掉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开口笑。讲评一下哦，它的那个内馅其实真的就是满满超级浓厚，然后蛮香的抹茶味道。另外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这个皮有一层像那种有一点点类似马吉那种 QQ 的感觉，所以整个口感是外皮 Q， 然后里面馅料非常的浓郁。哇哇，这是超 Q 弹的，好吃。以上就是这次的东京热讯息。抹茶控千万不要错过哦！我是韦恩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